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传跳我们这个华族舞的专家王美金老师编的一首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，相信各位继你怎么说深受大家喜欢后，一定会喜欢这一首。预备舞姿好，这个丝巾挡在你的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亮相，好，左脚开始菱形步，开始菱形三四五六。摆一个 pose， 再做一次，零行三四五六七哒哒。好，接下来并脚，右脚开始踏并踏并踏提踏并踏提。好，接下来双手开花，右边一个追步。好，双手放在左腰。啊，接下来双手持丝巾踏并转。好，转圈四个向外转。接下来右脚向右边，一二三，好，左脚抬脚，丝巾往上抛，左脚向右边走，右脚向前踢，丝巾往前，好，碎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右脚前交叉，双手开花，啊，接下来第二段的动作，一二三四追步，左边追步。好，接下来四个踏并，丝巾放在右肩上，四次踏并。好，最后这一次不下重心，左脚波浪步，双手做一个云手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接下来右脚做一个一样是交换步，追步前进，交换步。好，交换步，全舞就结束。好，现在反向，看我为各位示范一次。好，来。预备，好，双手拿着丝巾遮脸，右脚前，左脚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菱形三四五六，侧成菱形三四五六七加八，一二三挥，二二三挥，右边交换步，左边交换步，右并四个，第三个。第四个，一二三抬脚，二二三踢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转，二三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第二段的动作哈。第二段的动作，好，我们这个预备，你注意呢，在跳中国舞的时候，你拿丝巾哈，这个双手拿好，尽量。脚要走直线，走直线，走直线，走直线。好，刚刚我们从这边转圈圈以后，一二三抬，二二三踢脚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开始，双手交叉，右边追步，左鞋追步，踏并四个，丝巾放肩上。好，接下来右左脚开始波浪步左转。双手做云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右脚追步，右边打开追步，左边打开追步，然后重心下去，又从头开始跳，啊，结尾很简单，转圈圈，啊，给它转转转转转转个两圈，啊，丝巾放下来，我们把丝巾拿上来以后，放在左边，全舞结束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首《路边野花不要采》，谢谢。